只要阿斯奇再坚守两个小时，我们的军团就能长驱直入。为什么我们要跟他们打下去？真以为能征服他们？并不，战争会让他们同样失去理智，这个世界越乱，邪恶就越强大。 回首领阁下，哈斯奇已经见莫甘娜女王去了。哼，怎么知道？不经过我同意就私自去见女王？也不能怪哈斯奇，因为那个黑甲女狙击手送了他一程。就是被击毙了呗。不知道该怎么描述。 确实是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了，而且过几天就臭了。但是我们是女王的仆人，女王会接见我们这些勇敢的战士的。哼，接见他哪一部分？我调查过了，长城一号在对付饕餮余党，银河之力已经在加养老了。闪电现在那个长大翅膀的天使飞船上负责太空防务，时空蔷薇被女王带走了，太阳之光被召回烈阳，齐天大圣在跟烈阳纠缠不清。 现在这片战区，有且仅有一个女狙击手麒麟，而这个麒麟是XiongBingLian里最柔弱的一个，可以被枪崩死的那种，形象也是人间极品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去欺负他比较好。嗯，那就去欺负他。遵命。 是神一号，或者烈焰穿甲的。你对左边，二人右边，快！我手里的狙击枪，一等是式神一号，二等是烈焰穿甲，都不是拿来对付普通人的，而且敌军众多，所以……我请求王道山号的支援。嗯，我们也看到了大规模北市军事集团越过边境，但是我们调查了一下。 蒙奇蒂墨菲，北市军事集团的首脑人物，已经确认是恶魔女王莫甘娜，在地球留下的代言人之一。手底下佣兵数十万，他们相信，如果是为了莫甘娜英勇战死，不被莫甘娜带走并复活，成为莫甘娜的战士，所以一个个都前仆后继，异常勇猛。那索，真的会被复活吗？嗯，存在这种可能。 用这把狙击枪要打到什么时候？要不我这边忙到三号，帮你先解决眼前的敌人吧。好，我给你们定标。 剩下的跟我来！猎户，啊！
所有人跟我来。什么情况？人跑哪儿去了？华夏的敌人，准备冲锋！对准他们装甲车，开炮！警报！警报！遭到不明电击，正在检查系统。有埋伏，赶紧撤出大气层。
们有攻击芒纳三号的武器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耗，我们先撤出大气层，地面作战旅会来协助你。嗯。好了，敌人已经疯狂，我们做好战斗准备。是。后来成为了熊兵连的一名狙击手。今年的战争，我击毙很多个饕餮、恶魔、妖怪，但是从未像今天这样射杀那些地球普通士兵。千灵姐，不要有那些心理压力，我们能一对一就算很厉害了。你呢？至少你还能改变很多东西。没那么简单，铺天盖地的敌军，到处都是战火，到处都是恶魔种子。我终究只是个人，解决了眼前，又解决不了更多。希望大家一起努力。